渔网队学的打十斤，你现在打好渔网？打不着。啊，都让他撸去了，赶不走啊。它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，主要是驱离保护水面，使这个鸟类呢不与鱼池接触。你水库里下不得哈，撒哈网改写水面了，你投鱼了，鱼饵了，你咋投进？